Hello， 宝宝们，我又来推荐你们这个绿豆饼了，因为这个绿豆饼真的很好吃。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看，这个皮儿非常薄，看它是纯绿豆馅的。这一点也不甜，就稍微有一点甜。夏天吃它非常好，因为绿豆有解暑的功效。看这个皮儿，很薄很薄。看一拿出来容易破，因为它皮儿特别薄。